这一题。他说若 R 是那个地球半径的，现在有个人造卫星哦，它的质量是 m， 在距离地球中心为 R， 我就紧贴着地面的圆形轨道上呢这样运转。若其所受的向心力为 F， 向心力为 F， 这是 F 啊。好，那么则此卫星的速率为何？好，那它因为是做等速连坐运动嘛，所以它所受的力就是那个向心力 F 呢等于多少？等于 ma 啦 ，m， 它乘以 a，a 的话就是 r 分之 v 平方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它在那个地球表面的旋转的速度就等于多少呢 ？rf， 它除以 m， 它开根号。所以答案的话应该要选一。